我说你真就是天生带着那股雄劲儿，滑的模拟汗明了，怎么还跟当年第一次滑似的啊？屁股真长秤砣。哎，什么情况呀？不是，我就跟你逗个闷儿，你怎么还急了呢？当年想我师傅拿人告状，偏要加速抹黑我们的，是不是你？说啊！啊，是我这嘴，都怪我这嘴，兄弟。我是真对不住你，我当时那个年轻不懂事儿，那嘴比脑子快，你消气行不行？好哥们闹着玩呢吗？这事儿。咱们俩私事，到时候好好的叙旧。你先滑，摔了一跤。这样的，师傅，你看我新学了一招。哎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哎，停停停停停停，我都晕了。我也停不下来了，师傅，你帮帮我，你帮帮我。你请我来滑冰就是看我摔跤来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拉起来，绝对没有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师傅已经老胳膊老腿了，我可比你大十岁呢，经不起你这么摔，敬老爱幼，懂不懂？是八岁半，不要四舍五入，师傅。人吃五谷杂粮，又不是不老神仙。我不觉得你老，但我敬你，我也爱你。这人真是缺什么就想什么，没妈就恋母找老女人，啊！知道你生我的气，但是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说我妈和我师父？哎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以前二强在厂里当学徒，是我负责带他。真的，师父当时特别照顾我，教了我很多。请你不要误会他。叫你学车工，叫你修水管，叫你滑冰，他还叫你做过什么？大妹子，就这些，你不用暗指什么。我和师傅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，我可以保证。真是恶心，拿孩子来做掩护就不龌龊吗？啊，不龌龊吗？别激动，你小心你自己身体好不好？滚！你们两个说清白就清白，嗯？在公共场合都拉拉扯扯成这样了，你们私底下得不要脸成什么样啊？我身体有问题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孩子还是个病秧子就很好欺负？啊？还是你现在肚子已经……
他在桌上把这野种剩下来。都说了不是，师傅没有你想的这么邪头。你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承认了是吗？啊？这边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心疼他？心疼他是吗？啊？你说话你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我真的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我要跟你离婚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，离婚吧，啊，你离婚吧，我受不了。别抱我，你有我没了，大妹子，都是因为你，别抱我。好，离，我同意跟你离婚，小猫。乔小，你疯了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谁给你权利打我男人呢？谁给你权利打我男人的？二强这列火车最终还是开上了马路啊，出轨了。我说你谁呀？你怎么看着就往里闯啊？我是原来这个厂子的，进来看看。厂子？啊，你哪个厂的？就那个盛产机送用品那个厂子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那厂子早没了，都换了两拨人了。莫得了啊，早没了。乔四美，是我，我跟程刚回来了。行啊，都听你的，那我们一会儿见啊。大哥怎么说？大哥说一会儿让我去金陵饭店给我们接风，到时候二哥和姐姐去。让大哥破费这样不好吧？什么呢？小心点。反正我大哥最疼我了。哎，一会儿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去啊。好。
乔哥哥，今天手气这么好啊，这么早就发财回来了。发什么财？发财啊？晾好你的鸡腿，自己的事管不好管别人。管谁管你啊？你那样子管你有什么用啊？真是，爱怎么样怎么样，什么人？喂，依晨啊，是我呀、啊。今天是周末啊，你中午叫上二强、三立回家吃个饭吧。啊，正好啊，我今天中午安排事儿了，回不去。一，呸！后脑勺子里什么东西？我刚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就要安排。啊，清远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以为是别人呢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知道，都不管我。想你啊！大哥好。哎，你二哥和我姐呢？我让他们不用来了。那就我们三个啊？对，就我们仨。为什么呀？是啊，陈哥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呀？那什么意思啊，大哥？我没懂。你没懂啊？那你要是没懂，咱今儿这顿饭话就吃的不明不白，清汤寡味啊，就没什么意思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今天说话假惺惺、阴阳怪气的。那是因为我妹妹找了一个好对象，让我明白假惺惺的混蛋，也可以装得人模狗样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哦，对，我忘了，不光是我妹妹有个好对象。我还有一个好妹妹，怎么说呢？聪明，能闯荡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最重要的，不要脸。大哥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莫名其妙说我可以忍，但你这么说四美，我不允许。是条汉子，我敬你一杯。大哥，话不说清楚，我是不会喝的。不喝，你不喝我喝。大哥，别太过分啊！乔医生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？乔四美，你要不是我妹妹，这杯水也有你的份儿。不是，我们到底怎么惹着你？为什么非得这样？你问他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从部队回来的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
你说你是退伍回来的，是真退伍吗？有退伍证明吗？行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们也不瞒你了。这事你早知道了？我知道呀。你真不要脸！我怎么就不要脸了？一个男人因为作风问题犯了错误，这你都能原谅吗？你还要脸吗？作风问题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你知道吗？啊，乔思梅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我都知道。我都知道。你好，菜已经好了，请问可以走菜了吗？家里有事儿，我先回去。你爱回不回自己看着办。菜已经做了，你看现在还上吗？大哥，老大回来了，我就说嘛，我就得用这一招，否则你们谁管我的死活呀？四梅也回来了，这么巧啊！你今天不是误车了吗？没有啊。大哥，你不是说四梅误车，今天不回来了吗？老天有眼呐，让我的孩子们都回来了。那咱们就开始吧。你又想干什么？开个家庭会议。你们也是被无意叫回来的。嗯。啊，搞这么大动静，就是为了开个家庭会议。我不让你们都回来啊！我呢，我最近这条腿呀，都要跑断了。我想。问问厂子，我那个工龄怎么算？可厂子没得了，啊，那个厂长也搬家了，那个鬼影子也找不到半个，就把我这么撂下了。你就直接说你的心理价位吧。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说个数。乔一成啊，你晓得我为什么不愿意听你讲话吧？你这个人。你这个人讲话从来不让人讨喜，什么叫要多少钱？把我当什么了？我是要饭的呀，我是你们的老爹爹。哥，两千。多少？两千。哎呀，乔经理啊，我能问一下你这个两千是怎么算的吗？你嘛，你的工资高，谁都晓得的。老二差点，可他老丈人家的条件不差。三立工资没得多少，可往一定能挣钱。
思美那个饭店是五星级，他又刚提了职，那条件应该也不差的。你们每个人每个月贴我400-500，总可以吧？我呢，每个月总得有2000左右，才过得了日子了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社会主义没对不起你，你的儿女更没对不起你。你工作是怎么丢的？你为什么拿不到退休的工资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那你讲多少啊？你总得给我回个数吧。二强、三立、四美，一个月给你200，我给你300，一共900。九。乔一成，你资本主义妈的怎么砍洒家？要就要，不要就算了。四美啊，你那个气声杠现在住在哪儿啊？还没想好。哎，不用想了。我看这个小伙子人不错了，啊，他不是讲退伍回来要跟你结婚吗？啊，你要领了证就让他住过来，我也不多要。一个月200。不多吧？那就定了啊。1100就1100吧。哎，乔子旺，你想让谁搬进来住，那是你的权利。我不管，我也不想管。以后每个月的钱都会按时给你，一分都不会少。这一点，我替他们几个保证。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拿了这些钱还去赌博，输没了，我们可不给第二回。谁要是偷偷帮他还了这些赌债，那以后你的生活费就全部由他一个人来承担。算了吧，跟我回家。哎，等等，讲起儿子女儿的，我不止4个，5个。那七七不也成家了吗？他丈人那儿也开了个小厂子，是不是也得算他一份啊？哼，到底是当过经理的人啊，都变幽默了，不讲笑话了。想清楚了，哪怕知道了实情，也不后悔，不回头。我不想后悔，也不想回头。事情都已经发生这么久了，谁知道程刚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准他有他的苦衷呢。那你就不想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我不想问了。哥，我求你也别问了。我想嫁的人回来了，他也想跟我结婚，这不就够了吗？你就是被那些言情小说给害的。哪有？这要是真按照言情小说里面说的话，我们俩早应该分开了。那你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？因为我知道言情小说里都是编的，是假的。我也知道，人这一辈子找到一个喜欢的人容易，可是要跟一个喜欢的人结婚有多难。你知道我的，我是一定要跟一个喜欢的人结婚。嗯，哪怕他对不起你。哪有人会不犯错啊？我相信他以后不会了。
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这样的人能有几个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相信他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我一定不会可怜你，我只会送给你两个字。哥，你还是会祝福我的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你是铁了心了。是的。你真的要为了那个女人不要这个家了？就凭她，哪个不开眼能看上她呀？跟着她是有吃的，是有光鲜衣服，是出门有车，进门有保姆啊，一无所有的穷光蛋。你都想清楚了。要是想回来，可是没用的事儿，你可别想。离离离，离了这个窝囊废，还找不着比他好的，赶紧光屁股走人。我知道。等一会儿，他在哪儿？不用了。这两天天冷，放家里没人穿。你作妖啊你！啊，不撒包尿照照自己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问他。脑子坏掉？脑子没坏，我脑子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清醒。你清醒，你干出这种事来？什么事儿啊？来，你大哥来了，你讲给你大哥听，讲，讲啊。他呀，要跟他老婆离婚，哎，要跟他那个师傅结婚。我今天把话说死在这里啊，不会让他进门的。哎，咱乔家就是香火断了，也不会让一个外姓的孩子来咱们家重孙子。哎，你行了，你不是一向不管自己儿女的事儿吗？什么时候这么负责了？你自己说，是那个女人吗？什么时候又联系上了？大哥，我也不是想鬼鬼祟祟的，就前一阵子无意中遇见了，我对他就是有感情的，我就是要跟他结婚，这件事情谁都拦不住。你休想，门都没的。行啊，那门都没有，我就走窗户就好了呀，反正我就是要跟马思琴在一起。在一起？不要脸，呸！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！在一起。那我就是想自己为自己活一次嘛，没有什么丢不丢脸的，我觉得不丢人。你不怕？你不怕丢人？你不怕？你不怕丢人是因为你脸皮厚，你不怕我怕。我告诉你，乔二强啊，你要是跟那个老女人搞腐化，你就不要姓乔了。
你离开这个家，走。这样吧，你先去我那儿住一段时间，反正我也一个人住。大哥，我不会去你那儿住的。人家啊，哎，是巴不得赶紧飞到那个老女人身边，不要脸样子。我和她没有什么不要脸的，而且我跟她没有正式领证结婚之前，我是不会要求去她那儿住的。我要跟她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那你去哪儿住？我就住家里。你休想！你也配？我凭什么不配啊？那这房子是妈留给我们的，我从小长大的家，我凭什么不能住啊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你爹，我讲的话就要听，不听你就给我滚。那我就像四美一样，我每个月给你付房租付水电，我一分钱都不会少给你。嗯，也是个办法。呸，乔二强，你那个钱我拿在手里头我都嫌骚气。四美啊，四美在吗？哎，四美，我在呢。回家了。哎，四美来，看看给你买的东西。哎，三立，两哥，衣服来了。你们看，给我的新婚礼物，这欧式蕾丝花边的四件套，多好看！哎，是，给你挺搭的。是，表嫂眼光好。哎，表嫂。哎，快坐。哎，好好好，坐坐坐。我给你倒水啊。不用麻烦了。哎呦！哎呀！哎，新大彩电啊！四美，我跟你明哥哥给你选了一个柜子、一个梳妆台，还有一个布艺沙发，但是要过段时间才能到。哎呀，心怡姐姐、表哥，你这样我都不晓得怎么讲了、啊。哎，不是我讲啊，这个电视啊，要不放在那块吧，把原来那个放到我卧室去啊。爸，这是我新婚礼物。哎，姨父，这个电视吧，没有那个电视大，放在这儿显得有点小气，而且你看着费眼。好，不信你一会儿拆开看看，是比那个小。哦，行啊行啊。这个球我就解放了，结果没想到连个呼噜觉都睡不安稳。玲子，不好意思，把你吵醒了。你要不要抱抱女儿？她应该是想妈妈。她妈妈现在口渴了，想喝水。哦，你等一下。大哥，大哥。一成怎么来了？我跟他说的，我就过来看看。三丽也快生了，也在这一层。是吗？那不就双喜临门了？那阿哥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打个水。哎，琪琪，你留下看孩子，我和你阿哥去帮你接水。一块儿吧，有话跟你说。干嘛？神神秘秘的。干嘛？你这是？我想跟你说，我没给四美办嫁妆，不是因为我小气。我给三丽和四美都存了钱，一视同仁。我就是气她太鲁莽了，冒冒失失的就往西藏跑。这钱本来就是要给四美的，还给你。这事儿过去这么久了，你现在还钱了？你这个时候把钱掏出来，膈应谁呢？怎么说，我也是四美的亲表哥，结婚送点礼物不过分吧？我自己的妹妹结婚，用不着你破费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这人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
等一下还要去看三立呢。我还得去看个三立呢，你太不近人情了。你对自家人这样你有意思吗？哎，这么些年我什么时候对不起过你？什么时候对不起过你们老乔家？你要这副嘴脸对我，拿着。那你就当我是给七七和杨林子的，行不行啊？我自己亲弟弟生孩子，用不着你破费。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一根筋？我说师兄，不是我拉偏架，这事就是你不对。我跟维民对四美从来都是真心真意，把她当亲妹妹一样。行，维民的礼你不能收，我的礼你总要收吧，就当给我个面子，全当是我给四美的。谢谢你啊，师妹。那我走了，我还得去安慰那个。你们两个一个个的，能不能成熟一点啊？不要总是拿初中男生的方式相处。走了。生气呢？什么人呢？这是不可理喻，不识好歹，这么别扭，有毛病啊他！你是什么人呀？怎么跟别人脾气都那么好，一遇见一成就爆炸了？怎么叹着这么个气？真是！你别怪他，一成这个人呢，从小缺失母爱，对父爱又求而不得，有一部分的他永远停留在少年阶段。你说哪个人的青春期他不别扭呢？别生气了，等我们忙完了，一起去看三立。爸，爸睡。哎，哎呦，姨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看七七的，听说三弟也在这儿，我就来了。哦，哎，他那个媳妇是不是也生了？人家明天林子都要出院了。已经生了，够快的啊！别看呐，七七这个孩子没养在我身边呢，那到底是乔家的孩子，那随我哎，效率高，能力强啊。姨父，这也不能算好事吧？嗯。这林子胎位不正，孩子早产，我们都担心孩子身体弱。哎呀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乔家的孩子好养活。三弟，你什么情况？都三个小时了，还没出来呢。我姐不会难产了吧？瞎说什么呀？难产又不遗传。难产真不遗传吗？人头猪脑啊，就是，难产就是难产，跟遗传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几个能不能把嘴闭上？闭上，哎，乔三立的家属在吗？我是。啊，哎，是个男孩，七斤二两，骨子平安。哎，那个大人什么时候出来？快了快了，去病房里面等着就好了哈。好，谢谢。过来等着吧，找哥的一点意思。哎，起名字了，好好照顾三弟。啊，一定。啊啊，那孩子叫什么名字？啊，还没呢吧？叫我说呀，就顺着名字往下来。啊，七完了，该八了。八多吉利，男孩子就叫八帅，大气吧？啊？乔八帅差辈儿了吧？人家姓王，王八帅多难听啊！哦，姓王，就臭美，就你话多。名字很好的，八帅，他名字是好名字。大哥，不姓王的话就好了。那个，我跟三立商量过了，想让你帮着起个名字。没什么要求，就是寓意好听，朗朗上口就行。不着急，你慢慢想。若轩，啊，王若轩，若轩，好听。妈，你会一直陪着我吧？我在生的时候。当然了，
我这不是一直陪着你呢吗？那你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别走啊。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不走。行了吧？一手有两下子，以前在饭店干过，干过，业余还报过厨艺班啊，在厨房打打下手，给大师傅配配菜什么的都可以的。我给你开的工资你觉得可以吧？我没问题的。行，那下周一来上班，没有周末，上期休一。谢谢老板。哎，试一下这个去。思满啊，我去找了个从前的朋友啊，他有一辆车正在找二价呢。想让我跟他一块儿干，可以啊，那挺好的。思美，我会好好的给你挣钱，对你好的。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我呀，我想要穿婚纱拍照片。像飞过几只无名的鸟，地上的人心比天高，指缝沐浴也要向前奔跑，手舞足蹈，扬着嘴角走着瞧，年轻气盛的心谁也料不到，不服的眼里有野火在烧，双脚枯叶哼着歌谣，那么骄傲，不愿辜负花哨，就算渺小也要蹦得高，沿路有人嘲笑，吹着口哨也像空中的野鸟，那么煎熬，云作北风作潮，在我们疯狂的年少。1997年香港回归，振奋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心。背后站立着更强大的祖国，我们全心前行，奋力成长。